各位听众大家好，这里是成都海鸥群羊，欢迎大家收看海鸥民情 PK。 今天这一期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两只马丁的顶级四喜，一只马丁的 D42， 一只马丁的吉他之王 D45。 来，我们看一下整体呢，都是D同的，搭配的是云杉玫瑰木的一个背侧。然后它们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？同样镶嵌上面呢，其实有一些差异了啊。同样是豪华的四系的豪华树标，但是呢，直板的镶嵌，一个是六边形的平底镶嵌，彩绘装饰；一个呢是雪花镶嵌，这就是42和45最直观的一个区别。其实正面看起来，它的什么，直板的边缘镶嵌啊，还有它的一个身体包边啊、音孔这些，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哦。对，42呢，它的这个下马这儿呢是做了雪花的两个点缀，那45是没有的。那45又有什么东西是42没有的呢？那就是它的侧板和背板的一个衔接是42没有的。42后面呢就比较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当然都是非常漂亮的玫瑰木的一个配色。好了，那这两只琴呢，我们外形呢大概就了解了，大家呢肯定还是想知道，42和45毕竟差了几大万，对吧？他们的声音差异到底在哪里？接下来一起听一听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